Sony 新旗舰大炮随身机 RX10IV 拥有0.03秒超快对焦。 Sony 提供记者吴佩桦台北报道。 Sony RX 系列旗舰随身相机人气持续不坠，新成员 RX10IV 在台上市主打超长焦段和高速拍摄性能，替 RX 产品线壮大阵容，售价52,980元。RX10IV 不只是 Sony 首款搭载高速混合式自动对焦系统的 RX10 系列相机，也导入了 Sony 可交换镜头03秒对焦速度、 24fps 快速连续拍摄。此外，采用一寸 XMirror RS CMOS 堆叠式感光元件、2010万画素、3寸萤幕、支援触碰对焦萤幕技术。